过年了，桃酥，新年好呀！桃酥穿上新衣服喽，咱们要去姑姑家过年了，宝贝，好漂亮啊！桃酥，桃酥。这样拔的一下。贾维斯，打开头盔。哎呀，你再忍一个。战斗模式呢？贾维斯，枪毙头盔。贾维斯，启动战斗模式。哎呦我去！你看看呀，哥哥。贾维斯，启动战斗模式。贾维斯，关闭头盔。熟悉了哈，桃酥。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，宝贝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哎，真棒，走吧。混熟了，桃酥，不害怕了。哎呀，小桃酥，我问你，你干啥呢？刚才哭了，你刚才还哭啊？还哭不哭？还哭不哭？桃酥，你看小哥多淘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呦我天哪！桃酥吓了，你小哥太淘气了，吓唬妹妹啊，太淘气了啊！桃酥开始玩他小哥的玩具了啊！在他小哥这个玩具架，单箱倒柜儿。玩哥哥的玩具呢？哎，找到书了。桃酥还是爱看书是不是？哎，真乖宝宝，真乖呀。看看有什么你能吃的吧，桃酥。我一点都不饿。13分钟，老姨大哥。啊，等到一呢。吃吧，宝贝。掉了吗，宝贝？吃吧。这吃啥呢？橙子、娃娃菜、鱼。那你呢？吃不吃？桃酥已经出来了。别睡觉了。你看看，他这天天玩儿呢。你看会玩儿的，你看。拜爸爸，头上戴，表现妈，活到88。哎呦，真好喂！哎，真漂亮，真好啊！头上戴，表现妈，活到88。不许领，现在都活到90吧。108，对不对？好，奶奶给红包了。奶奶给红包了，桃酥，给你吧。奶奶，你红包拿着。你说谢谢。哎，拿着，哎，给妈妈送去。给妈妈送去。走吧。哎，真棒！哎，真棒！哎，真棒！桃酥熬到了12点，哈。顺利熬到了12点，咱们去吃饺子去了，宝贝。太阳公公对我笑，红彤彤的。